薇姐，你最近小日子过得蛮滋润的啊，听说你还是谈男朋友了？啊？真的？哎，那你跟我说一说呀。是江之濑，那天我去他们家做客啊，看到他们家的房间啊，真的是干净整洁啊，而且那个家具是错落有致。我走进他的书房，有一面墙的书啊，他的冰箱里面全是新鲜的肉跟蔬菜，阳光透过那个卧室的落地窗照进来啊，真是照得我心暖暖的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因为他对生活的细节还有品质，让你喜欢上他的阿莎。这个有那么一点儿，哎，我觉得最主要的是，他那个房子至少有个200多平，而且在鼓楼这个地方啊，怎么说也得卖到8、9个万吧。魏姐，工作，我们工作不聊了，不聊了。工作。